七个国家八场演出，哎啊，这转了一圈刚回来，这是刚算歇过来。是这些日子把于老师累坏了，反正不轻省。那可不会，这这个岁数人了啊，年轻人出去有时差还倒得挺累，嗯，何况谦儿哥了啊。那我看着我其实挺心疼。谢谢您吧。我忘了是从哪儿啊，哪个国家飞哪个国家了啊？我印象很深，在飞机上于老师困得都不行了啊，迷迷瞪瞪的，看着很心疼。终归是五十几岁的人了嘛，岁数不饶人啊。在飞机上，于老师木楞一下起来了啊，去洗手间上个厕所啊，我就看着走道都晃悠，嗯，我都想过去扶他一把。嗨，于老师到飞机洗手间，嗯，打开门，嗯，里边坐着一个大姐，她也是没锁门，你这个大姐也是睡得迷迷糊糊，忘了关门了，都挺累的啊。这于老师也愣了啊，大姐也愣了，是大姐，哎呀，嗯，这把门关上。就是于老师把门关上，这会儿，哎呦，这盹儿才醒。对，这大姐还没完了，怎么着？出去把门关上啊！我在屋里呢。好家伙，我给自个儿关屋里了啊，很累啊啊！当然，刚到头一站，刚到伦敦的时候，于老师精神状态还挺好。那刚到还好一些，刚到挺高兴的啊。对，我印象很深，嗯，头一站是伦敦嘛。啊，到了之后，正好是早上四五点钟。啊，于老师说我要出去遛弯儿，那叫晨练呀。我说你真别出去，嗯，你也不会说句英语，助理、翻译、工作人员都睡觉了，你一人出去，万一丢了出点事儿呢，没法交流。他说我会说哈喽，嗨，我说你这太有点玩笑，会说个哈喽就敢上街啊？你哪怕会说个 good morning 呢，是吧？啊，早上好。他问我哦 good morning 这个好使吗？什么叫好使、啊、我说就算早晨好呗。对呀、啊、哎，我得练练。嗯，于老师还练这四个字，我下功夫。嗯，古的猫呢？啊，古的猫呢？古的猫呢？没听说过。我说你要说不好别瞎说啊。啊，你就说哪怕说猫宁，哎，这简称呗。对对对，人也听得懂早安的意思啊。自个儿还练呢，猫宁。对，猫宁。哎，念到这个就出去了啊，就可以了吗？大早晨蒙蒙亮，于老师上伦敦大街上自个儿散步走一走，对过来英国的大姐，哦，妇女，于老师高兴要跟人说早安，说一说 money。 到了这个年龄的人，你就好好的说相声就好了。哎，您说这对，别的不用，您比如说平时您还演戏啊，演戏就演吧，是也有成绩啊。于老师演戏还拿过一个影帝奖是吧？啊，嗨啊，大伙儿捧四五年了吧。得了，对吧，澳门有一个金菊花奖，哎，于老师很厉害、啊。金菊花奖、啊，因为它是金的呀。啊，那菊花也不成。什么？金莲花奖？金莲花奖？对，拿个影帝。是我们说相声都觉得很高兴。哎，谢谢您。郭麒麟为这个事还特意跟我说。说什么呀？说您看，您看于老师拿影帝了哈。嗯。到现在我也演戏这么久，都没有这么高的荣誉。是。我还劝我儿子了，得劝，别往心里去，好好演戏就好。没错。你不管拿不拿影帝，你也是我儿子啊。这话怎么那么别扭？我听着。嗯，是很高兴的事情啊。是你很高兴的事情。我跟于老师没法比。怎么呢？我这辈子我也拿不了影帝。您客气，我努努力拿下俩影后来可能还行。是啊，所以说除了拍戏之外，您一定要认准了啊，您就好好的说相声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这是咱们的命啊。哦，命是相声。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，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，富贵贫困不一般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袋担，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袋命该然，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福眠，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，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报应循环。好。再来一个，还是这个。怎么想起说这么几句呢？什么意思呢、啊、这就是咱俩人的命。哦，这是感叹命运。人生在世离不开命运两个字。嗯，它不是封建迷信，它是有它的道理的。那倒是。那人一落生就俩字，一个命一个运。哦，命就是你的出厂设置。
原厂设置。哎，一出场你那个设置就是个说相声的。啊，命该说相声。哎，那个人的出场设置就是个主持人。哦。啊，这是唱快板的，那是演电影的。是。这东西几乎改变不了。没法改。这是你的命，那个运是可以动的。啊，运是可以动。一动一静两条线左右着人的一生。你看。比如说这儿放着两碗米饭。哦，举个例子。啊，两碗米饭在这摆着，这碗米饭被人吃了。经过消化排泄在厕所，嗯，这个就是这碗米饭的命。哦，他就这样。那碗米饭没有被吃，是得以完好无存的保存下来，嗯，那就是他的运。哦，那碗的运是不是比这碗好？那就好多了，对吧？是。当然到最后没人吃，他长毛了，又被苍蝇蚊子在上面叮了，嗯，最后他又扔在厕所，那还是他的命的问题。哦，人这一辈子都是命和运俩字在作怪，很玄妙。有的人是命好运不好，有的人是运好命不好，这又怎么说呢？比如说于老师，拿您举个例子。可以。您命好运不好？怎么叫命好运不好？于老师一出生就是一个贵族的家庭。你看我还离不开这贵族。您看，哎，吃饭的碗是黄金的，哎呀，盘子是白银的，有钱。那个筷子是翡翠的，上面还带一钻石，太值钱了。我觉得您这个命很好了吧？太好了啊！但是这么好的命，您被拐卖了。哎，这就跟我没关系了。这个最后您被扔在黄崖关往西24公里啊，有一片原始森林。嗯，我让人给扔到岳父家了是吗？你看命好运不好。哦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运好命不好。运好命不好怎么讲？你比如说于老师的运气很好。怎么好？嗯，举例子说啊，啊，美国洛杉矶地区所有的华人，啊，要在洛杉矶选一个头目，嚯，选一个鸡头啊，鸡头啊，没有这么叫的，你看洛杉矶的头目吗？我那就叫华人领袖啊。行行行，选人民负责人，嗯，那么些个华人，最后选的是于老师，还选上我了，可以了吧？太好了，运气很好了吧？没错，但是命不好，怎么不好？应该是大年初一上任，年三十您猝死了，哎。那就是我不好，那你看看，这就是命好运不好，啊，运好命不好。哦，因为人生啊，很多事情很奇怪。是，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最多也就是5%，是不多。天下很多事情是我们闹不清楚呢。啊，不能简单用一句话封建迷信解决不了，说明不了吗？我有朋友跟我聊天，他就抬杠啊，他说我认为就是我没见过的事情就是根本不存在。哦，他这么理解。我说你这不对，应该要敬畏天理。哦，你没见过就不存在，不能这么说吗 ？WiFi 你见过吗？啊，这还真见不着。你的肉眼没看见 WiFi， 难道说世上就没有 WiFi 吗？那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还用呢。不讲理啊！对，声音你见过吗？声音也见不着，能听见但是看不见。对，哦，你没见过就没有声音吗？哎，对不对啊？不能这么说。就是啊，秦始皇你见过吗？哦，李世民你见过吗？对不对啊？啊，那这些个古代的人物，曹操、关公，啊，慈禧太后，都见你见过哪个？哪都没。哦，你没见过就说明没有啊？不能这么说。你无知啊！是，你也没看见我上你们家去，你怎么知道我就没去呢？这话题怎么转这么快呀，啊？这个。所以人要讲理啊，尤其是说相声的啊，把这个弄明白了，你的台上才会好啊。得研究一个相声艺人站在台上，你为什么这帮人说相声，1500一张票，开票就卖光了，你还买不着？是这帮人5块钱一张票，管饭啊，还背着你回家。哎呦，没有人去。是为什么呢？他必有原因啊。好说相声，站在台上，最起码你要知道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哦，得分清楚这个。有的事情是人力可为，有的事情是人力不可为。这怎么又出来人力可为不可为？有的事情通过人的运作是可以的，有的事情就不可以。您举个例子，打个比方啊，有的事情人力不可为，比如说啊，你看那个太多了，我先跟你说一简单人力可为的事情啊，人力可为。您比如说有的比赛，比赛啊，比赛到最后其实谁是几等奖，谁是几等奖，这都属于是人力可为的。比赛是人力可为啊，比如说这儿搞一个相声大赛吧。啊，就我们这种比赛，南京搞一个孟非杯相声大赛，呵，好，哎，获胜者会到孟非的碑前去行个礼，哎，这行礼呀，就随便说啊，孟非杯相声大赛，
啊，冠名了。哎，然后就一道关一道关的比赛嘛。啊，比到最后，马上明天要公布名次。啊，到结尾了。一等奖、二等奖都是谁的呀？是啊，评委们在屋里边商量的这个过程，其实就是人力可为。这他们商量出来的？那当然得商量了。怎么商量？评委们在屋里边 啊，谁是一等奖啊？啊，这评委要游泳啊，是怎么着？别抽了，商量吧。张三得给一等奖。张三凭什么呀？张三他们家五六辈儿都是说相声的世家，他爷爷是咱们这行的 logo。 嚯，哎，他父亲是咱们这儿的图腾。哎呦，如果不给他奖，连咱们都是假的。那得给，要给张三，一定的。李四得给奖。李四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比赛的赞助是李四拉来的钱，这是金主。王五得给奖。王五呢？咱们场地是王五赞助，这是地主。所以你看这些东西，它其实就是人力可为。那就他们已经分完了啊。而且如同就比如说演员评级别，其实也如此。评级别也是人力可为啊。这是一级演员，那个是二级演员，几级演员啊？啊，他这个评选的过程也是人力可为。这怎么人力可为？比如说于老师啊，我于老师别说您是说相声的了。那我是于老师，是一个影视的演员啊，拍电影的。您是一个三级演员。我是三级演员还是演三级电影的演员啊？我是。嗯，你现在确切说还不够三级。哟，我级别还低。你是个四级的演员。那我还得努力啊。对呀，如果有好作品呢，你就可以评三级了。那我等着好作品。哎，啊，其实你已经拍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了。我已经有成熟作品了，拍了好多电影了。都有什么呀？床上床下，床头床尾，床前床后，床塌了床碎了，愤怒的邻居等等。我有这么多作品了，我早就应该是三级甲等了。我那个，我怎么还四级啊？我这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来了？最近你们电影厂要投拍一部大型的爱情题材的电影。那我争取参加。你很希望参加？嗯。哎，厂里一宣布，怎么着？你的男一号。哦，我男主角。多棒！太好了。女一号是苍井空。哦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戏有他带着我，错不了。那是啊。一定的。这个电影拍好了，你不就能调一级了吗？啊，我就指着这个。电影一开始，于老师扮演的是一个大学生。年轻人。一个年轻的大学生。好。一上学呢，校长很喜欢你。怎么办呢？嗯，收你当干儿子。哦，我认了校长一个义父。第六，你有一个义父。可以。副校长喜欢你。那如何？你认了个义父。俩义父。教务处长喜欢你。怎么呢？认了个义父。这就仨。传达室王大爷喜欢你。啊，认了个义父。我认这么些义父干嘛呀？学校给你送了块匾，写着是富可敌国。哎，我就是爸爸多是吗？啊，很好啊。一眨眼的功夫呢，到了实习的时候了。啊，要毕业了。学校送你到一个夜店去实习。哎，专业得对口。你在夜店里的工作就是玩那个电磁炉啊。啊，玩电磁炉啊，在烫着我。那叫什么？打碟的。你在夜店里边打碟啊？打碟，我倒不骂娘是吗？什么话？打碟。你在夜店里边负责打碟。对了，你就在这儿遇见了苍井空小姐。这就是剧情安排了。四目相对，你很爱她。爱情片嘛。啊，但是突然间出了一个状况。怎么了？违背了工作纪律，你被夜店开除了。哟。我违背什么纪律了？夜店只允许无上装工作。我呢，连裤衩都脱了。好家伙，我光着跟那打碟呀，合着。于是把你开除了。那是。你很生气，是吗？愤愤不平。嗯，一丝不挂的消失在茫茫人海，没穿就走了，登上了南下的列车。哟，辗转新马泰。嗯，半年后回到了北京。我这算散云似了。嗯，回北京之后先买了条内裤穿上。才穿上啊。嗯。哦，哎，你又有了一份新工作。什么工作？一个跨国的出版集团的子公司做副总经理。还真绕得慌。这跨国公司是什么呀？花花公子。嘿，那我这子公司呢？花花孙子。哎，我怎么降辈儿？哎呀，那当副总你还在乎这个？
哦，当副总的时候，你又一次遇见了苍井空小姐，这就是缘分。你决定向她求婚，我早就应该说。于老师买一大钻戒，嘿，要这么递过去啊，流于俗套，不太浪漫。想了个办法，怎么办？你买了20张发面的大饼。发面饼，北方的老太太愿意在家里烙饼吃，哦，尤其愿意烙发面的饼。发面饼这么厚啊，一张饼这么大，就是锅盔。哎，20张，是拿过其中的一张来，把这钻戒拧进去，搁在饼里头。20张饼装在麻袋里，背好了，拉着苍井空两个人出去春游。我带着他出去玩去。站在山坡上一抖了这麻袋，去你地，这是满山遍野都是饼，我把饼撒在山上了。于老师拿手一指，那个哦，苍小姐就跑过去了。干嘛呀？捡起饼来咔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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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就吃掉了。哦，那个嗯，他又过去了啊。简短截说，吃到最后一张最后一口的时候啊，这是钻戒。这苍井空有点太背了，我觉得最后一张20张饼都吃完了才吃出来啊。于老师接过钻戒准备求婚，该仪式感很强啊。我怎么办？双膝跪地啊，叫双膝跪地，我认干妈来了。我说那怎么说？单膝跪地。单膝跪地啊，递过戒指，是苍小姐接过来戴好啊，接受了你的爱情。好极了，电影结束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您这剧本苍井空能接吗？这个啊，给了那么多粮食应该差不多。哎呀，苍井空为了饼来的是吗？电影一上映票房大卖，就是火了。但是你们电影厂厂长很为难。为什么难啊？手里有一个3级演员的名额。哦，是给于谦还是给苍井空？给谁不给谁，不就他一句话吗？他决定吗？到这会儿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叫人力可为，大概其能。人力不可为是另一回事。不可为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比如说咱俩人参加武术比赛，哦，练家子，咱们是俩武术家，可以啊，没有任何黑幕，单凭能耐咱俩比赛，就是打。我擅长使用青龙偃月刀，就耍大刀。你的特长是指甲刀啊？我嗯，指甲刀。在没有任何黑幕的情况下，这还要什么黑幕啊？这个咱俩人大战3000回合。哎呦，你猜会怎么样？我还猜什么呢？我肯定成线儿了。我就这就是人力不可为啊。啊，你比如说咱俩跑，从这儿跑到墙根那儿，那可以。我跑了7秒，行，你跑了14天。哎，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肯定是轮椅坏了。我这个我跑那儿跑14天，这都属于是人力不可为。哦，你包括说今天现场这种演出，这种商演啊，哦，这都是人力不可为。是不是商演？你说咱们过来慰问来好办啊。哦，找一小区啊，找一什么单位，嗯，在你们单位找一大屋子，摆上40把椅子，叫点人来听相声。哦，嗯，也不用给钱，好安排，这没问题。你这个就不一样了，体育馆楼上楼下，嗯，啊，坐这么些个人，好几千啊！你观众是最聪明的了，是你让人家真金白银的买票，那就来不得半点虚假。对了，跟观众打交道，你打算骗他，他就准备害你。是啊，这相辅相成的。嗯，所以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就在这儿了。哦，再次谢谢各位，让您破费了啊！得嘞，谢谢。您的票钱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，就指着这个。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可不是。这钱拿回去给父母给孩子上学，嗯，给我媳妇儿，给他媳妇儿，嗯，我媳妇儿不用，我媳妇儿我给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拿着吧。谁跟你客气了？这，就是我给。哎呀，不差这一回。哎呀，没听说过。所以说，这个就属于是人力的不可为。是是，他来不得虚假呀，能明白啊？把这个弄清楚了，一个好演员还要有深厚的基本功。哎，基功很重要。我们说相声有4门功课，叫坑蒙拐骗。哎，这谁说的？说学逗唱，脱鞋上炕，脱鞋上炕啊？什么上？说学斗上炕就唱？嗯，没听说。没有哈？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，对。嘴里得干净，那是基础，每一个字儿要送到观众的耳朵里清清楚楚。对，我们哥俩演过最多的一场
是某一年在大连，对，他有一个踢足球的体育场，您讲体育场有将近10万人，是活受罪啊，各位啊，没法演。头一排观众离着我得有2站地，太远了，看不见呐，黑压压。因为这个声音它很有意思，我不知哪位您是声音方面的专家啊？啊，我们俩说相声，这个话出了我的嘴，通过话筒打音箱出来，进到您的耳朵。嗯，它有一个过程。是，而且关键进了您的耳朵之后，这声音还会出来。对，它会传给我。这个声音在回来的路上，我的第二句话已经出去了。哦，明白这意思吧？这太远了。哎，这第二句话打音箱里边出来，会追上我前边头一句话。嘿呀，这时候我第三句话已经出来了，多乱啊！就这三种声音在空中就打起来了。哎呀，观众听见是一个声音，嗯，我听见是三种声音，我嘴里还得说着话，旁边还有他跟着搅和。这什么叫搅和呀？所以我这脑子得特别清楚，得分辨哪句是我的，哪句是刚才的。太累了。演完之后，我就跟于谦说：“我说咱哥俩给多少钱，咱也不演这个了，这不适合。必须那屋子得有一房盖儿，得有底儿。没有房顶子，咱不演了。”哦。你后来比如在上海，上海梅奔，梅赛德斯，他那个体育场能坐2万多人，对，就好多了啊。再后来呢，比如北京五棵松，我没演过，那是1万多，15000。对啊，剩下基本上来说呢，嗯，做演出是5000左右起步，嗯，有的体育馆大一点8000、9000、10000多点，是有的小馆4000-5000人，对，就好一点了。就是不管坐在哪儿，得让人听明白，这也是基功，说很重要。对，学说话，学表演，学动作，学唱，都得学。逗指的是包袱，哎，乐笑料，好相声得有笑料。是你观众坐一晚上，这俩人跟这儿汤汤汤汤汤，人一个笑料都没有，不合适。哎，没，不叫相声，唱相声演员的唱叫太平歌词啊。除了太平歌词，大伙儿都熟悉，看见了吗？南京观众很热情。是，南京是相声发源地啊。啊，南京相声发源地。对呀。您太会捧了吧？您京剧啊、秦腔、意大利歌剧都是南京发源地。好家伙，嗯，很好啊，很好。这个我很愿意在这种地方演出啊。嗯，这个南京市秦腔越剧院还有吗？没有了。那唱几句太平歌词吧啊。好，唱哈、啊，唱一什么呀？你看，真有明白人。是我刚说唱一个太平歌词，那是好几个。叫小飞，这还、嗯、啊，太平歌词是另一回事，看看有没有能说出来的啊。嗯，啊，哎呀，我说单刀会，有时候喊单刀会的，你看、嗯、还是有明白人啊。对，那说单刀会，对，那个保安给那人弄出去，弄出去了，不是有内行不好骗。好啊，好几位朋友都喊了单刀会了。对，我给你们唱一个骷髅叹、嗯。哎。您这人什么脾气？这是你看，你让他猜着了，下次他就不买票了。行了，庄公打马下山来，瞧见了骷髅倒卧在尘埃。庄子兄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。葫芦里倒出来金蛋一粒儿，那半边红来半边白，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，薄腰粒儿指的是女裙钗。用金簪敲牙关，灌下了药骷髅骨，得命他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的马，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，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他又要私财。好，这是太平歌词，
骷髅炭。哎，哎，再来一个，还是这个。嗯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再唱别的，都在说学逗唱的学里边。哦，你看这些年，其实德云社唱了很多，包括小曲小调。是啊，什么张云雷他们唱的什么《清水河》啦。嗯啊，什么这个休喜红啊，找花台啊，都是哎，这些小曲儿，这都是我们挖掘整理。嗯、其实，大部分都是我们小时候学的啊。那时候小，小的时候，老师啊，先生们呐、啊，真是您必须得学，再不学这东西就失传了。是，我们自己也得努力，也得喜欢，谁会就找谁。哦，我印象很深，我小的时候，胡同里边有一个姚大爷。哦，姓姚，那个大爷姓姚啊，他就喜欢唱这个。哦，我老找他去，跟人学啊，你教我一段吧。嘿，还给人家干活。你这小孩能干什么活？讨好他嘛。啊，姚大爷抽那种旱烟。哦，哎，我帮他弄烟叶儿，好，给他点烟啊。您抽一根，抽完了您教我。哎、讨好，姚大爷喜欢我是吗？抽完就教你啊。哦、还真能教、啊。烟瘾有点大呀，这个。你别说，这还真得赶紧学，你知道吗？怎么着，教不教啊？到底教教教啊？小孩学这个听得懂吗？问你呢。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真说。这都是古代的故事啊，唱的这些小曲儿啊，这传统文化吗？我教你一个跟屈原有关系的小曲儿吧。嚯，一上来就是屈原呐！屈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其实不知道。那怎么说呢？那也得我知道啊，愣说，怕人不教啊。哦，还知道屈原呢。对了，哎，这根烟有多长啊？这根烟。屈原呐、啊，这个是个诗人，也是个政治家。说的是啊，自己的志向没有得到施展。哦，在五月端午这天，怀抱着石头沉入汨罗江自尽了。这是历史。后来咱们吃粽子，对，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啊，这就民俗了、嗯。教你这段啊，来吧。咱以后换点带嘴儿的行不行啊？教您这个啊、嗯、啊，屈原啊，五月里啊，是乌呀嘛五月里呀、啊，月儿照花台，忽听门外有人叫乖乖哎哎，原来。是我的情歌来，情歌你走过来呀，情歌你走过来，前门有人你要从后门来，叫不你要请情的脉，你到哪里去吃酒啊？啊，哪里去打牌？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？倒叫小奴挂在心怀。哎哎哎哎这个屈原呢？哪儿有屈原呢？这里边，这听半天也没听出屈原来呀、啊。那老头教了我很多，是吗？哎呀，高兴！哎，姚大爷，我学会了，还有吗？啊，我今天教你一段好的，要唱还没唱呢。啊，警察叔叔就来了，哟，把姚大爷请走了，让人举报了，那叫请走啊。十天后放回来，啊，那拘留。哎呀，姚大爷您回来了，真亲，躲开我这儿。急了，都是你这个孩子连累我。怎么呢？不是姚大爷，你闭嘴，不让叫。谁姓姚？不姓姚吗？于，于大爷，于谦是我儿子，你不知道？我就没听说过，又搁我身上了。于大爷，我要学一个正能量的小曲儿，有没有？有吗？你看你早说呀。有啊，我就会一段。
那唱啊！你听我这个，来了，混沌初分，天地不开，才引出朗朗乾坤，花花世界来。哎呀，都说是英雄造时势啊，苍天也不睁眼就把这个英雄埋。好可叹，人生在世几十载，倒不如抽烟喝酒把头烫起来。这唱我的吃亏是福，这左有名。下联呢，福如东海，这得吃多少亏呀、啊、这得跟海似的，这亏。有印象，有这么一张照片。啊，就别提那对联了。他曾祖后来是负责鹤顶红的品鉴，这个差事官运不旺吧，上任当天就死了啊，那就是来活了，那就是喝了一杯就没了，那就一口就死了、那个、曾祖没了，你祖父厉害呀、他怎么厉害呀？哎呀，家里边占着房躺着地，存着多少多少钱，那就是有钱啊。家里边太太有很多位。哦，那么多位太太，那个名词叫妻妾成群，那叫妻妾成群。什么妻妾成群干嘛呀？听着不解恨、哎呦，对对，行了，不用解恨啊。他祖父啊就说过、我不能再做官了。哦，我父亲想当初做官就死了。嗯，我得踏踏实实活着。哦，我得好，得有个好身体。哦，注意保健，从小学武术。哦，练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。呵，还都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。嗯，带尖的，带刺的，带轮的，带刃的，带绒绳的，带锁链的，带倒齿钩的，带峨眉刺的。嚯，没有不会的，全行，访遍天下武林高手，那头名师访高友。头一位师傅是一位练铁砂掌的大侠。哦，都在手上的功夫，单巴掌就五百多斤的力气。好家伙，两个巴掌轮开了一千斤的力气，多大能耐。这位大侠教你祖父、这好，可惜嗯，死在了一个清晨。早晨起来死了，洗完脸拍爽肤水的时候。这这么大能耐跟自己使什么劲呢？你找外人练去不好吗？没来得及施展就完了。你瞧这点能耐糟践了你。后来还拜了一个地躺拳的名家。这是下三路的功夫啊。地躺拳是躺在地上跟人打啊。对对对，他只要往地上一躺，嗯，千军万马你也打不过他。这叫地躺拳吗？有一回在河边跟人打架躺下了，嗯，是个斜坡，哦，就滑到水里去了。可惜他又不会游泳。嗨，那最后呢，活活淹死了。你瞧这俩师傅死的这惨劲儿的，反正天下的名师他见了不少，都拜过了，到最后不敢出去跟人交手了。为什么呀？能耐太大了。哦，练成了。那是随身不能带铁兵刃。铁的怎么了？怕伤着对方。那得打呀。以葫芦做兵刃，这葫芦也能打仗。随身带着七个葫芦。带七个，打仗的时候有口诀，怎么念呀？叮当的咚的当当，葫芦娃呀！您别胡说八道。没有七个，没有七个，当然不能一个，一个一个大葫芦，这么大个，一个都嫌大，切开了来半个，用半个打。北方管这半个叫瓢，就蒯水的叫瓢啊，背在身上。是是，江湖上管你父亲有个贺号，他叫什么呀？天下第一嫖客。对，什么词儿啊这？你太难听了，这个。反正是很厉害。你那也改个名字啊。嗯，到后来到你父亲这辈儿了啊。你父亲孝顺哦，对你爷爷特别好。是吗？因为他爷爷后来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身体不佳了是吧？有一段时间他爷爷得了那个叫全身不遂呀、对，全身不遂呀、那没有遂的地方了，合着呢。他就是两次半身不遂。哎呀，嗨，那也得叫半身不遂，全身都不能动，那就是植物人了。思维很灵敏，脑子够用，只有眼神可以啊，啊，就剩转眼珠了。家里也着急，得了，冲喜。怎么叫冲喜？就是那会儿娶了你奶奶嘛。哦，那时候娶的。老太太过门来，老两口子生了七个孩子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用眼神就生七个孩子呀？啊，
不全身不遂了，就眼神能动，这生七个孩子怎么回事？要强啊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跟要强有什么关系？个性，个性，这不挨着，不挨着，还得能动。反正就那样了吧。啊，最后你父亲就诞生了。哦，从小锦衣玉食，就好日子惯出来的。啊，家里有的是钱。嗯，他父亲这属于是纨绔子弟。嗯，什么叫纨绔子弟？什么？您又说错了，叫纨绔子弟。玩裤子，玩裤子子弟。玩裤子的嘛，玩不玩裤子？纨绔，纨绔。对。哎呀，他爸爸没事就数钱玩，就我们家这还遗传，他也数钱。他爸爸数钱数的都没有指纹了，指纹都磨下去了。苹果手机再好，他不要。为什么？开不开锁？非指着指纹开锁。哎，啊、哦，天天磨，没事开个大汽车。哦，家里有钱呢。嗯，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就开那叫什么？嗯，劳斯莱斯啊。啊，这嗨，太梗了，您这。嗯，劳斯莱斯。劳斯莱斯。嗯，喷法国香水，法国什么牌的香水？哎呀，特别好那个。哦，哎，没听清楚。你要一喷、啊，太快了。哎 哎没听清楚什么牌子。我们讲讲，特别香。喷完之后越来越含糊了。哎、好的啊，什么？说清楚什么牌子？王守义，哦，十三香那是，我爸爸出门喷一身佐料，你这，我也不懂，念不下来，发文不懂，一会儿问高峰吧啊，这是发文吗？哎呀，从上到下很厉害啊，很香。没事的时候吃西餐，哦，他爸爸那刀叉都定制的，纯银的，银制，好家伙，一米多长大银叉子，一米多长，哎，扛着叉子吃西餐去，哦。嗯，等你呢？嗨，你这就行了啊！这不是吃西餐去了，这是取经去了，这是改猪八戒了。您说，坐在这儿哈啊，一手刀一手叉啊啊，拿不过来。嗯，你这破猴，还是取经去了。没有，上菜上菜上菜。哦，服务生端上来了。嗯，牛舌，牛的舌头，哦、牛的舌头，嗯、最鲜的、嗯，您尝尝吧。不就不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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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哎！怎么不吃？恶心。凭什么恶心？多好！牛嘴里出来的东西太恶心，哦，我不吃。嘴里东西不吃，嗯，有鸡蛋吗？啊，吃屁股里出来的是吗？你这都什么选择呀？这是，你这人这就没意思了。不是，你看他挑着东西，哎，反正是上流社会啊，哎，吃西餐，嗯、啊，喝那个人屎咖啡啊，人屎咖啡太恶心了。您说有那个什么什么叫猫屎啊？产量低、嗯、啊，人的产量高是吗、啊？那也不用，就猫屎咖啡，它这是最好的猫屎咖啡。对，哎，话说回来、嗯，天下没有永远的富贵，这怎么回事？就天天这么花钱，到后来，嗯，他父亲落魄了，哎呦，都坐吃山空。嗯，你瞧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他怎么样呢？做小生意，哦，开始做买卖了。他爸爸开始是智障，哦。我爸智就是脑子有问题了，什么话呀？智障了吗？制作手杖，这什么工艺呀、啊？这都是爸卖手杖啊，这叫智障。智障哦，智障一年，你瞧时间还不短，智障一年、嗯，然后就开始犯贱。那智障了肯定就犯贱呗，贩卖宝剑，你挑点好的说不行吗？啊，智障一年，犯贱两年，啊，前后三年，嗯。最后实在没辙了，哦，卖苦力气，卖苦力什么？他爸爸做了这个了，当了王八了。说话干净点，不是干净点，你说出来，你别老比划行不行？就是在高楼外面给人擦玻璃那个，这嗨，您说这不用比划啊？现在高楼上擦玻璃吊着那个，那叫蜘蛛人。哎，他爸爸做了一只猪人，对，啊、猪人干嘛？什么蜘蛛人擦玻璃？对了，高空作业，很危险啊！开始写字楼，哦，后来居民楼他也去擦，是苦中作乐。那有什么乐？他父亲说了，还是擦居民楼乐趣多一些。有什么乐趣啊？写字楼里面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啊，上班的吗？没什么可看的。居民楼里有什么可看的？那男男女女什么都有。是啊，哎呀。有一次居民楼擦着玻璃，嗯，屋里有一女的，哦，刚洗完澡没穿衣服，哟，你爸爸，嗯，这让他瞧见了，难道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吗？谁过生日跟这儿？这要庆祝一下吗？就别去了。女的一回头也看见了，哟，窗户外边有人，四目相对啊，
这你要让人家先喊出来抓流氓，这事儿就麻烦了，那就出事儿了。急中生智，他爸爸嘴也快，他说什么呀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擦玻璃的吗？嗯，嘿，好家伙，这叫恶人先告状，厉害呀！啊，这反应快，这个样的家庭才能出来这个样的人才，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哎，啊，从小，实话实说呀，啊，我们没有比我更了解他的了。哎，我们是发小。刚才咱们说了，家里有钱，确实。啊，他爸爸，你想，他后来就说穷了，也比普通的家里挣得多。哎，你看，百足之虫，智障啊，什么犯贱啊，就别提这两样工作了，都挺挣钱的。我印象特别深啊，那会儿，BB 机，嗯。传呼机、扣机，啊，他是第一个用的，啊，那买的早。包括那个当年有 VCD 啊，看光盘是，这都第一个。对，人家拿一张光碟来问我，我都不知是什么。哦，德刚，你看看，接过来我就傻了，都是外国字儿，不懂。哦，进口。底下写着，嗯，18岁以下严禁自己看。哦，咱不懂，还给你吧。嗯，拿回家去了。他这点倒明白啊，写着了，18岁以下不能自己看。对。就得叫着父母一起，我是这么理解的吗？全家人做好了，其乐融融啊，放进盘去。哦，他爸爸没打死他呀？哎，对，那没法不打我呀。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？对，没听说过，挑这眼呢还？他爸爸还说净买这盗版的，你看衣服都不穿出来啊。哎，这还。这跟这没关系，有钱他爸爸管他管得严，是吗？印象很深。嗯，他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他出去啊，他淘气呀，怎么脚就卡在轱辘里面了？哎呦，这多疼啊！要是一般庸庸碌碌的家长非得吓坏了。怎么孩子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哦，人他爸爸没有。嗯，就这个家长啊，嗯，这是感觉到卡住了，感觉出来了。嗯，卡住了怎么办呢？站起来蹬。哎嗨，哎呀，我长这么大不容易啊，我这个还站起来蹬，我脚就下来了。这个严格的家庭教育，这严酷的，这是很厉害很厉害啊。你比如说考试啊，我要考60分，嗯，我妈就得带着我上庙里还愿去，这是及格了。嗯，哦，她考99分不敢回家。我也是残疾人要强，可能是。嗯，脚都下来了还不好好学去，实在没辙了啊，拿了这张卷子，哦，流着眼泪回家，也得回家。到家门口，他爸爸正遛狗呢，哦，在外边呢，一回头看见儿子了。哦，考多少分？问问。99。对了，这就急了。怎么一抡这狗啪，什么意思？砸脸上了。拿狗砸我呀？连人带狗都懵了。是狗招谁惹谁了？这个很厉害啊，真的啊。我们班我们学校没有不知道于谦的啊，出了名了，而且人厚道善良。哎，人好就行了。有时候你老觉着郭德纲老跟人打架，嗯，吵架这个那个的，谦没有过啊。咱不跟人红脸，忠厚长者都让着。当然他也有恨的人，谁没有个仨亲俩好，但绝不主动的跟你去吵嘴啊。那是他把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。嗯，然后呢？亲手送你们上西天。哎呀嗨，我这人太阴险了。我也一块儿嘛，上学一块儿嘛，在班里边。嗯，他坐在教室的那边，我坐在这边。哦，跟我最好。对啊，给吃这个。哦，给也给你，是对我真好，照顾兄弟。哎，你跟我一块儿学学密电码吧。学什么的呢？密电码。我也纳闷，学密电码啊？不敢不学啊？真学呀、啊？不学怕他打我呀？哦，学吧，学完了，其实就拿铅笔在桌子上，啊，就发报的那个、啊。考试的时候就用上了。考试的时候怎么用上？他坐那边，我坐这边，一会儿他跟那边。啊啊、我一瞧，问我，他问的什么呢？会吗？哦，你得回答我呀。我就赶紧啊啊！这什么答案呢？不会。哎，不会。废话，有那功夫净学密电码了，他能会得了吗？这一眨眼啊，都这个岁数了，都这个岁数，这岁数大，看着感慨是吧？但是我在生活中拿他，嗯，也当我的老师。哟，您太客气了，真的啊，没有的，人贵在有自知之明。您怎么了？这是我是爱看书，我跟人家没法比。
我都爱看书。我七岁从艺，嗯，浪迹江湖几十年，是是是，对传统艺术接受的比较多一些。喜欢传统文学，包括家里看书也是古典文学多。嗯嗯，有时候想找本什么现代小说了，找点什么，嗯，没有，得上人家那儿问去。啊，我喜欢看现代题材的。那天特别想找那本书，哪个呀？霍金写的，你说吧，《时间简史》。嗨。翻遍了没有？哦，我就问问他，找我，谦儿哥，怎么着？你有时间简史吗？我怎么回答的您呢？我有时间也嘛不简史。哎，对，我这什么学者呀？我这还看书，上我家看去啊。古典文学很多哦，《三字经》啊，《百家姓》啊什么的，老书，哎，满肚都是。哦，怎么叫满肚子都啊？三字经，又还能摸出来您这百家姓，好头一回。大学哦，中庸，嗯，五经，哎嘿，四书哦，这是你摸摸四书哦，好好摸摸四书。哎啊哎哎，你摸摸你二大爷，这都不像话，摸四书干嘛？五经四书啊，你说出来也说明白了。哎，当然了啊啊，当然了，嗯，有的地儿他比我强啊，有的地儿他不如我。当然了，互相弥补，互相学习。你比如说电脑，嗯，谦儿哥就比我强啊。我电脑玩的比较早，中国说相声第一个打电脑了就谦儿哥啊。你这不是打电脑呢，啊，这是刻毛豆呢，这是第一个打电脑。嗨，哎，砸电脑，打电脑就这样啊。这弹钢琴不用，啊，这啊，哎，对。第一个，我这吃馅儿这怎么？你看，他打电脑的，这头一个就是他。哎，玩电脑。那天打电话叫我，嗯，你上家来一趟，干嘛？买了一个全世界最新出的试用款的什么呀？万能电脑。哎呦，还有万能电脑啊？咱没见过呀，你看看去吧。到那儿去，趴那儿看。嗯，谦儿，哦，你这万能电脑奇怪呀？怎么个奇怪呢？没准里边亮着灯，一个盘子来回转呢。这是过来。嗯，那是微波炉。哎，嗨，这太缺乏常识了。您这坐在这儿，一人高一电脑。谦儿哥坐在这儿。嗯，我这电脑最大特点，我有什么问题不会问他，他马上能回答。啊，什么都能回答吗？嗨，来，你看来这个。哦，74896.9，随乘以478.62块，一毛三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。哎，嗯，等于多少？啊，回答。电脑半秒不到出答案。答案是。不知道。哎，这嗨，哦，回答了就算回答了，这个钱不白花呀。啊，对不对？不管了，我说你再来一个。嗯，谦儿乐了啊，你看这个，来高难的电脑。电脑，嗯，我爸爸在哪儿？这个随机了。哎，夸，答案出来了。哦，你爸爸在河边钓鱼，这都知道。他愣了。嗯，错了。错了吗？我父母上美国旅游去了。嗨，那就完了。我说你这输入法有问题。是吗？换个形式问的。再问一遍。电脑，电脑。嗯，我母亲的丈夫在哪里？这行吗？答案出来了。怎么说？你母亲的丈夫在美国旅游。哦，但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。对，去你的吧。邪教的风范。嗯，邪教。去年在南京演出。嗯，因为德云社除了北京有这么六七个剧场之外，嗯，出了门有南京德云社，嗯，黑龙江哈尔滨德云社，对，吉林长春德云社，对，澳大利亚墨尔本德云社，嗯，他是正好那一轮轮在南京演出。哦，在南京。对，演完之后晚上喝了点酒。嗯，这是一点酒吗？这小瓶的喝了这么几瓶吧。嗯，啊，这大瓶的是用什么样的？哎，喝完之后到南京那个高铁站去送人。哦，送完人看错了道了。嗯，从那站台上就走下来了。哎呦，十余米，十多米高，十多米。嗯，怎么那么？这人掉了地上，溅得满处都是，人碎了。嗯，在好几个大夫，嗯，还有铁匠、木匠给他攒上了。好家伙，成零件了。所以到现在这脚底还没有完全恢复。嗯，出来的时候一瘸一拐。是，到医院的时候大夫说这个您别抱希望。哟，没 十多米啊，说这刚才那儿有一个踩凳子上擦窗户掉下来摔死了。哎呦，
这就是命，你知道吗？踩凳子摔死、嗯，这十多米竟然活了。嗯，苏醒过来，我去看他，我就说你行了，熬出来了，你红了。嗯，当然怎么红都有，就是这个代价稍微大一点、嗯、啊，对，付出多了，这个不可复制啊，不可复制，别复制了就。嗯，挺好。嗯，让他们俩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又换上我们俩人来了，再说一段。看着张云雷，我特别感慨。感慨什么呀？当初跟着我的是这么大，嗯，一个小孩，是现在一晃。大小伙子了，成人了、啊。摔完之后，我看又高了一块。嗯，怎么又高一块呢？谁是大夫接的时候怎么接的这边？嘿、啊、好，嗯，咱们得好好活着。那谁都得好好活着。咱们也尽量的不从十多米的地儿跳下来。哎，玻璃我都不擦去。哦，那就好。嗯、那玻璃得脏死。你可以雇你爸爸擦玻璃。哎，好嘛，算了吧，没见过擦玻璃啊。嗯，刚才坐在那儿乐成那样那桌，准是你给他推下去。嗯。多活些年，多给大伙儿说相声，这倒是。我们俩没有别的手艺，就会说相声。从小干这个，嗯，我是七岁开始学评书，哦，九岁学相声，嗯，十几岁开始又唱了几年的戏，哦，实在是没有追求的一个孩子。你瞧这话，我也上过小学，嗯，我们班同学老师一问要干点什么，人人都要当科学家，是、哦，就我要说相声，哦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一直在说相声，挺好。那帮科学家连饭都没有，现在哎，这还。挺好、嗯、啊，难为各位这么支持我们、嗯、我们好好活着好好说相声，就是到春节我就三十岁了、哦、啊哎，这亏心了，您这个虚岁、嗯、哦，嚯，有虚四十岁的吗？ 嗯， 嗯，争取多活些年，嗯，八十，八十岁，一百，嚯，这活到一百岁，一百，你这还真没够，一百四，好家伙，还长一百四十岁，嚯，一百四要还能说相声，多大乐趣！还说相声？我真是一百四十岁，我从那儿走到这儿，嗯，得走四十分钟啊。那观众也有个原谅，站在这儿得喘半天呢。嗨，能站住了就不错。大家好，我还真说，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。呵，我叫郭德纲。好家伙！我已经一百四十岁了，是是是，很开心给你们说相声。嗯嗯，介绍一下于老师。哟，我也来了，就在这个盒子里。哎，你行，我怎么都在盒里了？我今天是纪念于谦老师、啊、去世一百周年。我多少年前就死了，合着。一想到他去世，我心里好难过呀！我没瞧出来难过呀，这个。来，于老师跟大家见个面吧。啊、我都盒里了，我怎么见面啊？我可以把盖子打开，但是我不能捧起你来。你不捧起来，我这儿没法见。我一百四十岁了啊，估计我得有帕金森。帕金森就是哆嗦是吗？拿起来，哎呦呦我，你给我挫骨扬灰了，这是。撒得满台倒无所谓了啊！一百四，他我有鼻炎啊，鼻炎怎么了？会打喷嚏不舒服。哦，不舒服不行。是啊，您把我撒了倒没事儿，您这。关键你这一盒装不了多少。是啊，我就这一盒，我演不了几场，怎么办呀？我、嗯。你会影响我的收入。哎呦呵，那怎么办呀？上场门搁点水泥，头上来装半盒。好家伙！骨灰见面我还掺假呢，哎，玩笑说玩笑，哪有活一百四的呀、啊、是现在就觉着跟二十几岁台上的时候不一样了，有区别了。哎，我二十来岁说相声跟台上根本就不值得累，年轻。你慢说二十多岁，三十出头、嗯、那会儿德云社刚开始起步的时候，嗯，下午场演出，中午一点半就开演，哦，一点半演到晚上六点半，哎呦，到这会儿才结束，嗯啊，然后收拾收拾，七点钟晚场又开了，一点多钟上场，这一下午在台上上来下去，上来下去，根本就不值得累。还是年轻人，老不以筋骨为能。现在站时间长了，腰也酸，腿也疼，这不能逞能。包括谦儿嫂都说我，我媳妇儿说你什么呀？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。这谁说的？这话怎么非得他说呀？高峰的媳妇儿也这么说啊，孙越的媳妇儿也这么说。哎，好。好多说相声的媳妇儿都这么说。您这人缘混的，你净交朋友了。交什么朋友？浪迹江湖几十年、嗯、经历了风风雨雨，觉得特别的开心。嗯，雷霆雨露俱是天恩，这话好，什么都得接着。那是好在我们应该感恩，
感恩什么呀？祖师爷恩典，赏饭了。每一个人爱好跟工作如果是一回事儿，嗯，这是一个多么愉快的事情，很幸福啊！你以为纺织女工这么喜欢纺织呢？哦，炼钢工人就这么爱炼钢啊？啊，工作，哎，但如果说工作跟爱好是一回事儿，这是一种幸福，是吧？哎，说相声是我们俩的兴趣，嗯。还能养家糊口，哎，专业多开心，多好啊！嗯，这个爱好是人人应该有的，是吗？金圣叹说句话，说这个人没有爱好，不能跟他交往。为什么？因其无志性也。嚯，喝酒的、耍钱的、玩的、闹的、旅游，不管干什么，你一定好一样。哦，这一个人一辈子一点爱好都没有，这少跟他来往，不好。哎，净琢磨人了。哎，这好啊！谦儿哥其实有很多优点。那嗨，谁都有点优点。他不赌这个人，对，吃喝嫖嫖，我那赌那名额都让嫖占了啊。好喝酒，哎，喝酒是爱好，三大爱好吗？啊，是，抽烟。哎，这这么齐呢说的、啊，我都怀疑你们是北京跟过来的。哎，是吗？嗯，三大爱好：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是，这个其实我也理解。嗯啊，尤其烫头，于老师。头发上岁数有点谢顶，看得出来头皮了都。嗯，这样的话就蓬松一点，显得精神。就是，我曾经给他弄了个帽子，他嫌色儿不好看。什么色儿啊？翠绿翠绿。这嗨、哎，别加翠了、啊。哎，对，光绿就行啊、嗯。好喝酒。嗯。啊，那回喝多了，拿筷子当鸡爪子吃了一根半。好家伙、嗯，不嫌扎得很、嗯。我们今天这个主持人。嗯，刚才都看见那脸那么大那个，嗯，侯震，我师弟，哦，啊、他是这个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哎，少侯也侯震，嗯，爱好就是吃，哦，喜欢吃，不争名，不得利，不贪财，不好色，哦，唯一的爱好就是吃，也行，两条腿的不吃孩子，嗯，哟，四条腿的不吃凳子，嚯，啊，本来今天台上是四个话筒，嗯。这是让他吃一个，坐后台正骂街呢。骂什么呀？台湾这甘蔗真他妈硬。哎嗨，眼神还不怎么样、嗯。好吃，嗯，挺好。不管是活着为了吃，还吃为了活着，嗯，最起码定位非常的标准，也行了。哎，人就这样。好多人喜欢看相声，听郭德纲、嗯、挺好。行，有人说不爱听郭德纲、嗯、也挺好。是吗？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被所有人都喜欢，不科学。你瞧，我不爱看郭德纲，您赶紧走。哦，别听，看电影去。哦，干点什么都行。是啊，哎呀，我不爱看电影，回来听相声。嗯，就这么俩选择是吗？反正你不是死这屋就死了那屋里了、哎、是吧？好，嗯，哎呀，这个很正常。嗯，很正常。我花八个亿拍一电影，得了10000个奖、嗯，我就觉得不如耍猴好看。你也不能打死我，是不是？那可不。所以这个东西它很有意思。嗯，啊，于老师今年电影大丰收。我拍了几个，跟吴京拍的《干狼》嗯、啊，什么这，我都战狼，就多可怕，咬着呢，我这啊，战狼，站着呀，啊啊，行，那不管，甭提姿势，哦、就叫战狼，卖了好几十个亿哈，还行，一会儿就找吴京分票房去，嗯、你凭什么呀？那、啊、废话，算德云社参股了，哎、嗯、好。我这些年也没少跟着影视剧忙活啊，嗯，没少让人说郭德纲拍烂片儿，嗯嗯，说你啊，我倒也不往心里去，是吗？一个人就一碗饭。嗯，相声舞台上我已经得到很多了，可以了。哦，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拿个影帝了。哦，但是要鼓鼓劲儿拿下俩影后来还行。哎，是啊，嗯、算了吧，那个不用费多大劲儿，一努嘴就跟我走、嗯，挺好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哦，术业有专攻，得道有早晚。哎，艺术形式很多。嗯，唱唱跳跳，看个电视。嗯，当然现在电视不如前些年了哈，电视没落了。那是，你说吃完了饭。必须坐电视那儿看看戏啊，看看节目什么，不像前几年那么火爆了。是，都有事儿。孩子们拿个 iPad， 拿手机就追剧了，就是随时看了嘛。到点准坐那儿等戏，等电视剧，那没有购买力。对啊，所以说这时代在发展不一样。嗯，你再往前倒，电台还很火爆呢。哦，电台也火过一阵儿啊。电台看不见的电波呀，无线电吗？你时至今日，你无论到哪儿，你上了车之后。听个路况，听个音乐，也离不开电台，也是必要的，是不是、啊？嗯、到哪儿我看，比如到我到澳洲，嗯，澳洲那车都右舵的，是他那司机上来也听音乐，右舵车也听啊，国内都左舵的啊，左舵也听啊，我还见过中舵的，我中舵的是仨轱辘啊，对对对，三蹦子，您说那是，
那就不叫中舵的了。挺好啊，早期的德云社二十年前其实很多节目是通过电台让观众所熟识的，哎，得力于电台。我一直在想，真是有一天，比如等我老了啊，我弄一私人电台。您现在还有这做电台的想法？可以把节目做出花来。您可以说说您的设想？那就得叫郭德纲广播电台。哦，可以以拿您的名字命名，郭德纲广播电台。好，总台啊。哦，还是个总台，下设一个分台，子台。哦，分台是？子台就是郭麒麟广播电台。就是您儿子开的。对，还有一个二子台。二子台郭汾阳广播电台，这是您俩孩子。再往下孙台就是于谦广播电台。没有，你把我掺和进去干嘛呀？祖孙三代广播电台。哦，不用不用，你就到现在就甭三代了。不要是吧？嗯啊、好吧好吧好吧。郭德纲广播电台开播了，现在给您播音。好，九九八十一千周，七八五十六千赫，这是两道数学题呀、啊、这是。刚才是本台第一套节目，现在是本台第二套节目，还两套节目，请注意区别第一套和第二套的不同。什么区别呢？第一套带鸡蛋，第二套不带鸡蛋。哎呀，俩煎饼果子，这是郭德纲广播电台。嗯，现在是我们的天气预报节目时间，这是必须要听的。今天夜间什么呀？现看呐，看不见。废话，昨天还行。还用你说？今儿的明儿说吧。嗯，这节目跟没播一样啊。嗯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，现在是我们的歌曲点播节目时间，可以听听歌。我们接近听众的热心点播。哦，还有电话。您好，嗯，主持人是我吗？我这还不知道呢。是我不是啊？是您，请讲。嗯嗯。哎哎，呵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哎呀，好，嗯、打年轻啊就打着电话没打通过，打一辈子了。今年我都快八十岁了啊！我、哦，那个喜欢你们的点播节目，是那个我是一个老北京啊，北京人，我姓于啊，哦，干沟于，是是是，我儿子是说相声的于谦，我爸爸呀，他们都管我叫于大爷，这不于大爷了吗？我是个老北京，是是是，我点个歌可以吗？点吧，我给我们邻居赵大妈点一歌，干嘛非给他点歌？那个，我问一下，播放的时候能屏蔽我老伴儿吗？啊、不能。啊啊！怎么那么厌气这老头啊？那服务态度有问题啊！谁给谁提意见呢？那个，点一个爱情歌曲吧，好吗？什么歌啊？然后什么歌倒无所谓啊，想着替我跟赵大妈说一声。说什么呀？么么哒。哎呀呵，你趁早走。啊，刚才是著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的父亲于大爷，还给我扬腕呢，为邻居赵大妈点播的歌曲。行，别说了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播送刘德华演唱的哦，西河大鼓忘情水。什么叫西河大鼓啊？当啷地当，还真有鼓。当啷啷，当啷地当。嗯，曾经年少爱追梦。心只想往前飞，行遍了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够回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那叫不伤悲呀。什么玩意儿啊这？赵大妈，么么哒，这行了。现在是广告节目时间。什么叫广告？哎，这不是于谦老师吗？没有我呀。是我呀。我这嗓子怎么了？您的嗓子？嗯、哎，痔疮。没听说过。痔疮走嗓子呀？得了痔疮不要紧，请选用德云牌清音丸、啊、服用清音丸嗓音清脆嘹亮。我这痔疮呢？看病去、嗯、多新鲜。这我用你说吗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、啊、现在是我们的健康走着瞧节目时间。这都走着瞧了，健康得了吗？这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请来了著名的医生王百顺先生，中医，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。听我们先请王医生讲几句话。好，大家好，嗯，我叫王百顺。好，我们家祖传三辈都是干这行的中医，希望大家健康。好，医者父母心，真好。有病的尽管打电话，我来解答。那咱们就说说吧。接热线，嗯，
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是王医生吗？嗯，是我，哪儿不好快说。嗯，那个王医生，我那个长了一个疙瘩，拿针一扎就疼。哦，不扎也疼。啊，嗨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这就完了。王医生，我少白头怎么办啊？染。哎，这他这倒真顺的。嗯，王医生，王医生，嗯，我家的小狗不下狗怎么办？嗯，配了吗？哦，配了，配了，配了还是不行，怎么回事？嗯，我哪知道，又不是我配的，这不是抬杠吗？这不是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呦，王医生，王医生，我有病，嗯、你怎么不死呢？哎，好，今天节目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说什么了你？我们换一位医生，我们请了本市最著名的妇科医生史珍香主任。这耳鼻喉科他就不管了是吗？来接听热线电话。哦，您好，是我吗？嗯，我是一老北京啊，我姓于。嗯、怎么又来了这个？我儿子是说相声于谦。行了，就说事儿吧。我先替赵大妈谢谢你们啊。你说这干嘛？凡是那个是史珍香主任是吧？啊，是我那什么，最近我可能上岁数了，我问、啊、我就是起夜的次数很多。嗯，每到这个撒尿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妇科再见。哎、这好嘛，也不弄清楚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现在是我们的评剧外行、啊、大家唱节目时间。那还唱什么劲呢？都外行。评剧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地方戏曲啊，广泛流传于华北及东北大部分地区。哎呦，网上有很多爱好者。嗯，我们今天从网上征集了两位票友。都哪两位啊？一位的网名叫谁来弄死我。哎呦，一位的网名叫我来弄死谁。哎，好，最佳搭档这。他们两位要演唱传统评剧《花墙会》的对唱，戏还不错。一位是花旦，一位是小生。是。一位的嗓音是高亢入云，一位是低回婉转，都有特点，请大家欣赏，咱们听听。在河南有位大人养了养病不、那是我府耳品官、哎、为着你的爹娘大老人家、哎、爹娘不哎，你先等会儿，这戏我快听出神经病来了，别让他们唱了啊！再唱我弄死他们俩！我告诉你，什么玩意儿？这又高又低的，这是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，您不爱吃一点炸酱面吗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吃炸酱面的时候，难道说离得开黄酱吗？黄酱的广告。吃炸酱面的时候，难道离得开黄瓜吗？黄瓜的广告。吃炸酱面的时候，难道不需要点黄豆吗？黄豆的广告。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不要看点黄盘吗？没听说过，谁捧着面碗看毛片啊？是说什么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，现在是我们的恐怖鬼故事节目时间，真有一部分人爱听这个。38岁以上听众请在父母陪同下收听。那就都上那边找去吧。那就今天的节目给您播出恐怖鬼故事，滴血的人皮，听这名儿就害怕。小蝌蚪说：“你是我的妈妈吗？”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给谁听的这是？恐怖鬼故事播送完了，这哪儿恐怖啊？这个好啦，接下来是我们的轻松一小时节目时间，一直轻松着呢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我叫小轻松。你瞧这名字，请大家收听我们今天快乐的小故事。你给讲讲吧。哒滴哒，哒滴哒，哒哒。哎，一伸手就把孩子撕开了。哎呦，掏出眼珠子来，等会儿，嘎吱嘎吱。停吧，停吧。好家伙，您这再把孩子吓死俩这个。这串了是怎么着？对不起，刚才俩节目录音带放反了。哎哈，您这什么人缘呢？这是。现在是我们的节目预告时间，你听听后头吧。本台近期将推出《激情总在后半夜》节目。这又是什么类型呢？平时一些难言之隐，尽可到这里来，敞开你的心扉。哦、激情总在后半夜，你懂的。嗯。现在听一听观众热线。好、哦，嗯。我是一个老北京。又来了。怎么那么贫呢？这老头，我是于谦的吧？哎，行了，都叫我于大爷。别老提我了。那什么，我跟赵大妈们一块问问啊。在问什么？激情总的后半夜开播了没有啊？哎呀，大爷大爷，激情总的后半夜现在是上午10点。哎，这太急性子了。这好了，接下来是我们的相声点播节目时间，听听相声。我们收到了热心听众郭德纲、于谦的点播。
我们怎么改听众了？他们俩人点播的是郭德纲、于谦和说的相声。你说这俩臭不要脸的，嗯，我们将会找机会为大家播出。哦、不播呀？那么接下来你们等待已久的魔术来了，这有什么可听的呀？这魔术。当个当当当啷当啷当那个啷那个啷子啷子啷滴当啊噔噔隆咚隆滴噔。嗯，魔术我送完了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哪儿有惊喜、嗯、好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杂技、啊、这都是广播节目吗？当了一个二里个浪这个浪的浪的浪的噔噔噔，杂技播送完了、啊、现在请大家欣赏剪纸。嘿，当个浪当当浪，你换个音乐都好。好了好了，玩笑过去了、嗯、请大家欣赏嗯哑剧，那就睡了一会儿就好了。哑剧播送完了，嗯嗯，现在是我们的广告节目时间。什么什么都没听。王姐，我意外怀孕了怎么办？这个吗？意外怀孕不要紧哦，请到大铁棍子医院找佟主任。嚯、哦，三分钟安全手术，嗯，耽误工作吗？啊，不耽误工作。今天做手术，明天就上班。哦、记住，大铁棍子医院。佟主任，听着就那么解气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现在是我们的交通节目时间。哦，请继续收听全天无绿灯，全是红灯啊！收听本台记者在事故多发现场的实时报道实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，这里就打，连记者都撞死了。信号丢失，我们切回到演播室。好，没人干了这活。王姐。嗯，我又意外怀孕了，怎么办？你太快了吧，这个！我跟你说过了啊，大铁棍子医院找佟主任哦，三分钟安全手术，耽误工作吗？嗯，不耽误工作。今天做手术，明天就上班。行了行了，大铁棍子医院佟主任，哎，听后边。现在是我们的京剧大观园节目时间。哦，在这次节目当中，我们采访了98岁高龄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秀华女士。这咱们听听，请收听采访录音。老艺术家，老太太，大家好。嗯，我是一个京剧演员，我叫王秀华。这是唱京剧的吗？这个？从小我就喜欢唱京剧哦，我跟这个京剧大师梅兰芳，我们住的是这个邻居哦。梅大师可喜欢我嘞。是吗？他说妮儿嘞，你这个嗓子可适合唱豫剧嘞。嗨，跟京剧没关系，您这个。好，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广告。又来了，王姐。呵，我又意外怀孕了，怎么办？你们就不干点别的了吗？我再跟你说三回了啊！大铁棍子医院找佟主任，是耽误工作吗？啊，你们这样的还上什么班啊？哎，对，别干这事儿了。今天做手术，明天就上班。是，接下来是我们的地方戏大观园节目时间，还是听戏？请大家收听河北梆子辕门斩子的片段。哦，论顿大大大大腾了浪，腿一雷腾，大铺的仓。嗯。兵分十二哎，这还听一句好。王姐，嗯，我又意外怀孕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救不了你了。怎么了？我也怀孕了。去。